整个全部都是高弹的，所以在上班啊或是你休闲穿啊，我觉得好适合哦。然后这边有帮大家抓一点点小小的抽皱，手的话就是整个都是经典抓蓬小袖子，然后都是弹性的，不会让你有负担。这个颜色就是会让女生的气色很好，淡淡柔柔的。我自己啊平常就是爱好穿休闲，所以我可能出门会换一件牛仔裤，就可以把它变休闲。它的那棉质布料比较特别哦，上面是有一点点这种小坑条坑纹在的，长度的话我自己觉得是放出来也很好看，不用扎也可以，可扎可不扎。这件颜色非常的显白，它是这种有点点莫兰迪，然后带灰调，然后灰蓝灰蓝色的感觉。